现在是早上的七点，然后呢，今天是一个爬山天，耶、yeah, ！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录 vlog 了。其实上一次就很想要拍爬山 vlog 给大家，只是上一次爬山不成功，上一次倾盆大雨啦，真的是超严重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就相约了一位大家都很喜欢的人一起爬山，很健康啊。其实我超级累，因为我昨天两点才睡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家那位人士了再给大家继续拍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好久没有录过，我在要讲什么都不懂要怎么讲了。哦耶，各位喜爱的人士来了，今天这两位爬三天，是今天只有我们两个，没有下雨吧？哦、没有，今天阴阴的，是不是很想要下雨？今天天气很好，不会下雨。因为我今天昨天睡不好，我睡不好，然后过后我就一直翻来覆去到六点才起来，我就觉得算了，不要睡了。我就真的翻了一个晚上，睡不着。你家一定很累，可是还好哎，我还到现在还是很精神。我爸爸到底是做什么？好像昨天喝茶了。他跟我讲吗？我们可以再早一点去，我们可以睡觉了。大概 ，Let's go。Morning, morning， 我们到你。哦，我们现在爬的一个叫 Bukit Buling Ayam。哦。好像据说蛮简单的，是呗，很简单呗，有很多很多困难吧。听朋友讲，这里爬五分钟就到了，我们不知道的哦，不知道，我们到了才知道。对，我们是到了才知道，我们不是故意选那种很简单的、哦，我们是怀抱这一个我们要来挑战的心情。对，那你知道五分钟就不跑了，啊，就沿路看一下可以。可以给大家看什么东西吧？五分钟哎，会不会等下走那条路去玩了？那我要制造一点挑战了。啊、哦，看起来好像难爬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花。对，不然没有什么东西看了。对，跟大家讲五分钟，我现在开始害怕，我现在要找一下东西给大家看。有竹。啊、哦，灯泡，可以啦，漂亮了啦！哎呦呦呦，叫软，有努力。我想哦，爬山哦，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爬山可能比较多人吧，然后上面的人呢、哦、就跟你讲要倒，然后还有两分钟到五分钟，对啊，每次这样子骗人的。我感觉不太对劲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，难道五分钟就是这里？寻求帮助。技刚。拜拜，只剩五分钟。他讲，如果你没有讲话的话，是五分钟。OK， 各位。他讲很斜，然后石头很尖，然后有点滑，要小心。这样子还是蛮有难度啊，各位，这样我就不废话喽。我们要废话多一点，因为五分钟嘛，我们要把它拉长。我觉得这里是入口。突然就不讲话了。突然就不想讲话。你猜我现在满脑子想什么？等下吃什么？对。我跟你讲，我每次刚开始哦，第一个会开口我问的东西就是你现在要吃什么，早餐要吃什么，这很重要啊，这样坚持下去的意志力。不是开玩笑，是的，难受点，不入不了嘞。哎，全部到了，他讲这里晚上去就到了。啊，哦，很累，真的假的啦？他先给我这个，他讲这里右转就上去。好，各位，真的这个路很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，很尖，很滑，很嗯，对，很尖哦，你看那个石头很硬呢，真的很闹。好，各位，我决定啊，我下一次爬山还会带你们去的。如果真的是转 U 就到了，真的太简单了。各位，我是第一次用 GoPro 拍哦，然后我也问我拿不拿得对那个 frame， 那个 frame 是走这里，对对对，哦，我们是真的。对耶，我们走这里，对对对，迷路啊，我们迷路啊，哇，难，你两条路要走哪一条路呢？有点难啊，这边，哦，是吗？应该是，因为他讲走右边，应该不可能这里啊，因为都是草，这里很可怕一下。你这样子会不会没有诚意呢？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的哦。Oh my god， 哎呀，给你们看你们心爱的人。爬山的样子，哎呦，很累的样子，又很白。哎，看得到哎 ，Really？ 但是是美的。Oh my god！ 是美的。哎，很漂亮哎。是美的。哎，就这样吗？还可以再上吗？啊，很辛苦。没有啦，还是有一段路啦。还有吗？哦，还有。还有。OK。啊。
很难哦，很难很难，各到脚，各到脚，对，哎呀，哎，啊，听到小心啊没有？是真的很危险，像这个石头。好彩还有这个护栏呢。哎，不开玩笑哦，是真的危险哦，因为它是这样的。等一下，各位，我得怎么样呢？小心一点。我觉得蛮好玩一下嘞，没有到很 boring 啊，会只是爬上去吧。嗯，会，它至少还有一点需要你去努力。嗯，哇，真的很漂亮一下啦，如果大家想要散心，这里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就是以初学者来讲，这太初学了吧。我跟你讲啊，有一次我第一次爬山，然后他带我去一个有死过人的地方，而且那个山不简单爬，但是真的是蛮美的。那个地方就是那个Bukit Condong。嘿，哦，到了，真的到了哎！等一下，我们用了多少分钟？现在是什么？我应该是七点半开始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 ，OK， 好嘞，好嘞。好嘞好嘞，各位，那 Welcome to Bukit Guling Ayam， 我们到了，应该是这边吧，这里是应该是那个拍照景点。哇，真的很漂亮。哎，我觉得这里看日出已经很漂亮。我们要下山了，你们今天到底要干嘛？累吗？很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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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很累好无聊哦。好啊，各位，这边不适合爬山，来适合这边吃早餐。没有啦，就是可能你平常没有在爬山，你可以来一下。可是我会觉得爬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第一次咯，第二次就不是这样。这边蛮建议大家带早餐上来的，这里就很舒服耶，带早餐上来很凉啊，而且今天有风，就是你可以在隔壁的 Starbucks 买一下 Green Tea Latte， 然后在上面你还可以一手拿着。对哎，我们不夸张哦，我就是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拿着这个 GoPro 上来的。本来想说发愤图强要运动，结果要给您看到我们很努力的一面，结果五分钟没有了。好吧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咯，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事情啊。我们也没有意想到，我们就只能吃东西咯，耶、yeah! 各位，我们来吃，这算是我觉得 KL 最好吃的烤面包。还是你没有更好吃的介绍？真的，东街真的100分。各位，我要给你们看这边的鸡蛋真的很厉害，刚刚好。它的蛋黄 ，Oh my god， 超爽的。来，我们的荒谬之旅结束了，真的去了吧？嫂，真的很荒谬。拜拜，耶！各位，我到家了，真的是荒谬的结束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。不知道大家看了会不会很荒谬，还是你们也很喜欢这种很荒谬的行程？好嘞，那么，我真的是，我弄到呀！我觉得我自己也很荒谬，你明白吗？好嘞，各位，今天结束的也很荒谬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喜欢这种很 random， 然后又很什么，又很无奈的影片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我真的可以很常拍这种，因为拿着 GoPro 拍东西真的好爽哦。好啦，真的要跟大家讲拜拜。你看我多么舍不得你们，那些很讨厌上字幕的呢，就会把这段卡掉，但我就是要一直讲，让我们一直上字幕。好啦，各位拜拜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会努力拍影片给大家的。我知道大家都在念我，但我也喜欢被你们念。好啦，各位拜拜哟。